是安怎许医师会让我一直收到足够的？今日对我来讲是足重要日子。你哪知？学弟，是安怎你会当用我的身体甲曾祖辉讲话？敢讲是附身？总编无甲我扣薪水，你只是调我去找社会所。啊，你即马伫倒位啊？是安怎？我刚刚听到你的声，看袂到你的人啊。凡生，凡生，我可能已经……徐医师，那还拄好，你伫倒位？倒位。一月初一开始，每礼拜日暗时10点，华视再会了后。